我是千鸟，在整理我的战地影片的时候，发现之前这个还没有出过。这个是在火箭机还有加速器的时候，这场我记得这场没多久之后，加速器就被改掉了。然后这场我打下了，到目前为止单场增幅最高的飞机击落数。一场下来总共击落了19架敌机，啊，很感谢对方一直开出来给我打，啊，那这部影片就让大家看看，当时有加速器的火箭机到底有多强。Vorsicht, Flugzeug!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 一开始还有坠机呢，我刚开始坠了2次，还能够杀19台，真的是非常夸张。感觉那时候飞得比较勤，准度好像有比较高哎。比起我的印象中，这真的是我开的吗？We have taken objective butter.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Charlie. Oh, 听到他的声音了。转个方向吧。犯了第一个错，擅自脱离了狗洞。这位敌机在空中捡苏丹巴喽。这个就是。不适当的减速，害死自己的案例啊！请大家忽略这个。打步兵打不到，还是一样打不到，当时就打不到。Flugzeug, seht ihr das? Hey, 我那时候真的是还蛮准的。完全没有这个印象啊！它录音档的显示时间是在去年的7月，所以很久了。而且我不太确定是。我复制出来的时候，跟我录的时候差多久？有时候好像复制跟移动位置那个最后修改时间会变，电脑上面那个最后修改时间。
Ich habe Sichtkontakt zu einem feindlichen Soldaten. We have lost objective battle. Feindliches Flugzeug gesichtet. Wir haben die Flugzeuge. 跳機 Feindliches Flugzeug. 這樣這一台就沒有辦法算到那個結算成績裡面，真比較可惜。 Flugzeug gesichtet. Seht ihr? Das ist eine ihrer Soldaten. Soldat da drüben. Vorsicht, 開始打坦克，打不到步兵就只好去騷擾坦克了。總算殺到一個，飛機來了！ Aufpassen, feindlicher Soldat!最接近三遍，还好没有。不过在跟有机撞击这方面，其实我比较喜欢之前的设定。我记得在四代的时候，跟有机撞到明明就会爆炸，不知道为什么到战地它就改成。 哇，呈现很奇怪的碰撞状态，我觉得还蛮瞎的。哇，又损失一台的分数。 Soldat in Sicht. Jemand kommt nach mir. 开个加速器。 感谢队友的帮忙，他走了。
且还被打残了，省了不少时间。Get that man.一台攻击机刚刚朝 A 点飞去，等一下抓他回来。是我的加速器追击。最近回来玩战地啊，发现还是不少，哎，还是很少人会去开空战机。当然是打地面非常不利啊，但是加速器真的很强。打不赢的敌人的话，可以试一试。We have lost objective Charlie. 把 A 炸了。See it looks like we have taken objective Edward.全盛时期的影片，感觉我现在弱好多。Soldat da drüben. We have lost objective Edward.We have taken objective out. Find the yes looks like.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I'm not sure if you're going to get a little b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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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eindlicher Soldat gesichtet. A tank hunter kit is available near your.Flugzeug gesichtet! Ey, ja, sehr wohl. Bosch, da drüben! Ich habe auch keine Einheit, warum so? Jo? Flugzeug, seht ihr das?We have lost objective Duff. Aufpassen! Feindlicher Soldat! We have lost objective Apples.
Ich sehe ein Flugzeug. Panzer gesichtet. Wieder zurück. Feindliches Flugzeug. Bye bye. 哎，被偷走，可惜。是说开飞机最无力的时候就是像这样，有时候表现的还不错哦。可是。对胜利的影响实在是有点小啊。尤其现在 AA 又强的跟什么一样。不知道算这一点算不算有一点点作坏。是一个失败的螺旋。不要转回来的话，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快追上他。玩这么久以来，我觉得这一代的设定让飞机跟 AA 很难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虽然说我对上一代也不是很熟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可以。开比较好的，保留飞机的影响力，又让飞机不要太强，困难。Vorsicht!Das ist eine ihrer Soldaten. Herr Soldato, das ist ein Jerry. Oh, das fehlt ja auch.前没多久已经有听说战地五的消息了，好像是在二战吗？我只希望这个战地五的飞机不要像以前战地四那样子需要按减速的设定，我觉得那个设定实在是有点蠢。如果要想要让大家控速的话，可以直接设定成油门大小啊。我用油门大小直接来控制我的速度就好了。怎么会是一直按减速去控制速度，然后油门一直吹呢？这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
不知道以前这样设定是不是考虑到以前的手把没有这么好的类比扳机，所以才会这样。总之等五出来就知道，如果很奇怪的话，我们就去玩那个叫什么 DSC 还是就是那个拟真的飞机模拟器。到时候战地要玩什么？坦克吗？我觉得不要面对当步兵这件事情。啊，不对，应该要什么都玩。全部满等，全部解锁的呀。最近就想来解，可惜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到人家每个兵种都50，然后枪都解完，就觉得有点羡慕。哇，真的好难解，光是。上一次开直播解那个小任务就已经解到2个小时，一个都解不出来。下一次玩再努力啊！Losing. Look, Sergeant, say that. Say, hi, say, hi. Finally, yes, look, Sergeant.哦，我们结束了，杀了14个人，死了2次，有杀爆对方的飞机，成绩就还不错，赚分。单场19台摧毁最高纪录，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破得了。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哟。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